众生之苦从哪里来的？啊，苦是迷失自性。迷于诸法实相，啊，一切诸法真相他不知道，啊，看错了，想错了，于是就说错了，做错了，啊，这个错误就叫做业。啊，业有善恶，都是做错了。这个诸位要晓得，啊，不善的业了是错误的，善业也是错误的。啊，为什么？那是六道轮回的因呐。行一切善，是六道轮回里面三善道的因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造不善的业，是六道里面的三恶道的因。啊，三善道是天、阿修罗、人道，这三善道。啊，三恶道，恶鬼、地狱出生，这一定要知道。啊，出不了六道轮回，还造六道轮回的业，你说是善还是不善？啊，那佛法里面讲的是善，标准就在此地。如何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，这是善。果报不在六道，不在十法界。于是我们就晓得了，佛法的这个标准呢，是以大乘。什么是善呢？明心见性是善。啊，明心见性超越六道轮回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的修学，大家一定要晓得，持戒是善法，修定是善，开悟是善。不再搞六道轮回这个游戏了，这叫善法。念佛善中之善，为什么？这一句弥陀戒定慧三学都在其中。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。啊，这个里头还有更殊胜的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十报土，能够上辈往生，就是上三品，这不可思议。啊，一切大乘里头没有这种法。这个我们要知道。